今天我得好好谋划一下，把鸡腿肉藏在老公想不到的地方。你别笑，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这样老公就猜不到了吧。这些鸡蛋用来迷惑一下老公。想要套路我那是不可能的，我把鸡蛋都换过来，看一会儿咱俩谁笑到最后。有人再挑回去点，别被发现了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呀，这里这么多鸡蛋呢，那我就吃这个。这是我要吃的。你靠边站。老公就是目光短浅，几个鸡蛋就给老公忽悠住了。你别笑。趁老婆不注意，我先把肉吃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啊，真香啊。一会我就能美美的吃肉了。咋放那么多辣酱？先不管了，反正一会我有肉吃。真香啊。鸡腿这样蘸着香菇辣酱还挺好吃的。这辣酱啊，拌啥都好吃啊，快过年了，你多给我囤点儿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家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类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是用香锅剁椒，大火炒这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满满冰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轮到我了。呀，媳妇儿，你整两个橘子苍蝇来干啥呀？你学学我呀，藏点肉啊。呀，媳妇儿，来，不不。你别，我要不给点颜色瞧瞧，你说你长得结实。